林志玲与言承旭感情纠缠15年，近日在马来西亚，两人被拍到一同现身饭店，而有了世纪大复合的传闻。虽然两人的回应都相当保守，但仍然是大家口中最火的话题。而志玲姐姐在过去接受杂志专访时坦言，每个人都需要爱情，渴望婚姻。如果有机会在对的时间有对的人，那她会做对的事。对志玲姐姐来说，是因为喜欢一个人，想要和他在一起才会结婚。在这段话中，志玲姐姐不禁透露出待嫁的心情，希望未来婚姻能够甜蜜稳定，过着平淡且幸福的日子。听完志玲姐姐对于她梦想中的婚礼，让不少粉丝直呼太浪漫了，希望她和言承旭这次能够有幸福的结局。全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